天美国牛肉最新的发展就是蔡英文跟司徒文的见面哦，到底有没有所谓的演戏，为了选举反美牛的行为哦？沈导，你看，我觉得吕协章把它扩大到说去是解释哈，说因为为了选举，这个大概不真实。但是我觉得民进党一直对袁建生代表很有意见，我觉得袁建生在华府的言行啊，大概有伤到民进党，民进党的自我感觉啊。那现在为了牛肉哈，他大概觉得更敏感，有需要解释一下。但是我必须跟民进党讲，这不输呀，老美哦，晓有没有晓得你有没有反美，心里清楚得很。老美连我们的候选人哈，哪一个是黑道？都很清楚，所以民进党反斗选贼，你知道不？今天我不陪你们说，我们的候选人啊，哪一个是黑道？老美清楚的很呐、啊。这边开始我们讲，所有事情只有美国人知道。对，美国最准，外星人，外星人。